首长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！什么没了？陈参谋不在棺材里。看来是真的。什么是真的？啊！公安部门执行任务的同志看见陈亮了，活的陈亮。看来陈亮真的活了。陈参谋他没有死。 牛壮壮，到！你马上带几个战士，到石云同志家去，把石云和毛毛给我保护起来。如果陈亮回来，你就给我抓活的，我要亲自审问他。是。 妈妈给你擦手。嗯，妈妈。嗯，洗手的事儿，我四岁就为自己做了，不用你帮我。是啊。妈妈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公安大姐，公安大姐，公安大姐。哎，嗯，又是你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是来找您要奖励的。赏钱？对。嗯，我们局长还说了。 能提供重要线索的人民群众应该给予奖励，你在这等着啊。妈妈，谁呀？毛毛，紧急任务，你自己在家，妈妈2分钟就完成任务啊。 见不着你了呢，毛毛。妈妈也想你，你怎么不跟妈妈说一声就走了呢？妈妈现在带你走，你跟妈妈走好吗？妈妈，妈妈听话，你别用你的手绢，成吗？ 妈妈把手绢放包里，不用。
我说过，如果我们再见面，你不可以选择死亡。快！
萧流云。闭嘴！还下围棋吗？流沙，萧流沙。Ah!
啊，他这种病不是感冒，不是吃错了东西拉肚子，没有病人我给谁看病？啊，莫名其妙。他现在来不了，他病得很严重，他受了很大的刺激。没有病人，不管受了啥刺激，我没办法看。我又不是神仙，没有病人给谁看？我看呀，你才是受了刺激呢。 我不出诊，等谁呢？你等谁？我让你等，我让你等，有人收拾我，找保卫科收拾你！干什么你？你干什么你？你想干什么你？啊！你干什么？哎呦！你干什么？来人呐！来人！ 别开枪啊！我可是老百姓。哎，同志，看没看见一个穿黑风衣的人跑过去？哦，有有有！刚刚他们那边跑去了，他们拐弯也拿着枪呢啊！哎，跟踪我那个人是你派来的？不是。敢做不敢当，这不是你。我有必要跟踪你吗？ 我要想找到你，随时都可以。公安追他的时候开枪了吗？没有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盯着他，看他去哪儿、干什么，和什么人见过面。
我从小就是孤儿，我不知道我多大。 小子还不承认，该我问你了，你还爱水云吗？我们俩一起生活了6年，他是我的恩人，这就是你想问的问题。 这是个外国货，这东西很先进。
黄先生死了，名单上的任务已经完成，我们开始干正事吧。你不是已经开始干正事了吗？我讨厌你阴阳怪气的。陈亮的事儿我不想管了，策反一个共产党的政团级参谋，我想组织派我来，不是为了这点事儿吧？当然不是。我希望尽快开始行动。 我总得给你找一个住处吧？我自己可以解决。不，你必须住在我指定的地方。你有权利下命令给我吗？不是命令，是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。我住在哪儿和完成任务有关系吗？有，而且关系重大。 新住处的地址和钥匙，还有一套人事关系的手续。下礼拜一，你到鲁华中学报到，你是上海新调来的美术老师，你姓季，全名季文清，清代大文学家季晓岚的季。这名字不是我给你起的，是刚好我们能够搞到的档案，就是这个季文清的。没办法，名字好听不好听你都得用。 让我去当美术老师，你真有想象力。广州的公安都很熟悉我，你觉得我能胜任吗？不会太久的。你报到以后先请假，最好少在那个学校露面。没有这套手续，你住不进那所房子。最多一个星期，我想我们的任务就顺利完成了。 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任务的内容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少爷脾气又来了。少爷？谁是少爷？我从小就是孤儿，要了十几年的饭，没当过少爷。可是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好像不是这样。你还知道什么？ 不知道什么，很快就会清楚了。耐心一点吧，少爷。我不是少爷。啊，好好好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事情我顺便要提醒你，我听说你好像对那个叫石云的女公安很关心。 不是我的人有意要跟踪你，是偶尔的碰上了啊。他是公安局第一个提审我的人，反正我闲着也没事儿。哦，你的人闲着没事儿的时候，最好别跟着我，被我发现了，我绝不手软。 喂，是我。什么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世云，跟我走一趟。怎么了？知道第九人民医院吗？知道，精神病医院。嘿，你说怪不怪？ 大白天的，门口出现了一把椅子，椅子上面还绑着一个女人。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？谁？米雪芳。走。